Bomboozler Pichu. Is that all? What? 3, 2, 1, go! Special, righ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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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上來了 OK 沒事 然後呢 現在真的是9% 了 兩下 OK 拜拜 識過一擊 OK 一個 revenge 打算去landing 不過 revenge 用grab來打出來 但他revenge呢 好像不是被人打一下當時應該是用grab來打出來 或者打一定的 damage 應該不會那麼高我相信有真的有我不相信那麼高他補了兩位補了50%我想說認真不是我說的不是你們說用補了等於用30%才解決哦這個我不知道神經病補了用30%才解決哦你說20%哦他跳了避開了一分鐘 時間都是這麼久了時間應該兩個人是最好的資產我都是資料給你推薦暫時現在percentage看起來是差不多的可以他打算下去但失敗了可以不可以出來呢其實不是那麼快的可以消除到 中不到就算了我知道了他單挑在Neutral壁撞爆了他可能真的很喜歡Parry人家的攻擊就變成用一個Grab用這個Neutral壁可以下多一點剛剛 即是其實他要punish的時候那些人一定會放在應該是這個位置他如果在外的時候他就不會死剛剛那個是捉得靚我們這樣Rest很迅速地拿到第一場那接下來會選什麼場呢我不知道他要大一點的場因為他太容易被人殺 最大的最長的我去Ban FD和Ban FD但他應該不想打他應該打Ban OK。對於他來說,他loop的時候,如果跌傷,他沒到Q%,沒到可以殺到那一刻,他都沒有怕。他是Rage喔。現在殺不到嘛。剛剛如果他grab到,他死了。沒跳,沒有跳,我想跳。因為他想著left trap。 應該有冇問題？應該冇交杯。OK，佢拉準嘅應該，佢撳心急掣。我覺得係諗住去用SD撞。好期待啊！我一個SD冇咗啦，係啦，即係失誤嚟嘅，超失誤。我話咩先呀？我唔知講咩好啊頭先。因為始終直播機都係會係有呢個操作，係好明顯嘅操作。SD係用，都係用USB。 OK，兩個都想撞但一個是在外面，一個在裡面，所以裡面的不怕。OK， grab 一下，死不死？不死，應該不會死，怎麼都不會死。OK，他剛才那個很貪心啊，是啊，我。哇，他，哇，剛剛他好好播，我覺得。
佢唔知点解狂烧。我嗌定冇跳。O K。咩啊？哇死嘅。入到去跳啊！但系咧，佢一下 grab 啊，一下好 bear 咁就已经可以杀到啦。咁到底病 ，Emin 可唔可以 keep 到呢个优势咧？谂住搏佢啊！阿 B 系搏嘅。好啦，睇完佢 neutral B 之后，用 grab 嚟去。好，追。争少少，系我都以为可以好精彩。O K， 转身，呢个系打火猫嘅一定要小心嘅地方，你唔可以贸贸然。系啦，啱啱佢经过咗，佢都捉唔到啦。佢手几多咧？唔系真唔真？其实啱啱佢。佢 fold 然之後單 B 其實佢必會用嘅地方啦。咁如果佢火貓，其實 suppose 應該係用單 B 去食咗佢傷害啦。又或者哦，佢 miss 咗，成功用 fair 嚟去。雖然 Emin 頭先 SD 咗一次啦，咁但係佢都可以保持到個優勢。攻勢，被燒冇攻勢就唔係被燒。被燒定係攻勢？冇攻勢就唔好玩被燒。冷气机又咆哮紧，咆哮胜二号，跟住之后系好快咁拣到 battle， 其实都几好睇嘅呢啲，好快脆啲，我觉得。今日基本上，今日基本上所有都好快。唔係，好似我記得你有一場打咗唔知廿分鐘喎。我打 Michelle， 打 Michelle 打鬼啊！唔係 ，Michelle 嗰場打有個外國人嗰、那個皮卡超，覺得。打我唔係打好耐咩？我記得。係咯。你勁啲。OK， 繼續。OK， 頭先一個 wish， 哦佢 miss 咗，我定係頭先係 miss 收嚟咧？可以捉佢兩條，但係頭先50% 同埋42%。OK， 捉到，哇爭少少啊！如果佢係啊，佢啱啱如果捉到，即係捉到之後撳，唔知撳咩掣啊 ？OK， 跳咗。呢首係阿 Zelda 嗰首嘅。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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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聽唔出住呢聲。呢個有聲。OK， 冇啦，應該係。唔知應該唔係 miss input 嚟嘅，應該冇啊冇啊。喂，呢個 four， 我天 ，four 其實都應該有。呢個單 four 嚟嘅，唔係 four 嚟嘅，單 four 嚟嘅。唔係啊，單 four 嚟嘅。four 嚟 ，OK。其實啱啱 four 都有。哦，爭少少出到。出個啱嘅先就飛出。Ending 飛人去。但係一開始嘅時候又佢翻做 disadvantage， 但係佢。系啊，而家又光翻啦，呼吸灯啊，系啊，电竞光系唔同啲啊，佢识佢啊，啱啱我以为个 grab 嚟嘅都，系啊，我都系。O K， 佢知啊，但系对面嗰个唔中，佢自己 D I 咗出嚟之后再单 B。O K， 哦，佢开始捉到佢嘅 up B 嘅嗰个路线啦。如果剛才沒有 craft 他在前面落去了，哎，多單少少啊。 OK nice， 靚啊 Rex， 你 bring up air 啊，有啲事啦，其實哇今次是多少啦，好他回得 nice control 來的，他碰到張桌就贏了，這個很厲害，我用了一多少OK， 飛又跳，哦，用呢個單人長盤，係啊，一百幾 percent， 一百幾 percent， 大力仔，如果就一樣，單人雙同喎，佢 up B 上台，你同佢追單人雙同，佢 iPhone 要等耳仔 ，OK 78%。继续 juggle 啦，而家 four throw， 好啦，到底 H 卡捞上嚟啊，成功，用 grab 嚟分水 dash， 放声 grab 啊，你 grab 咁勇敢嘅，啊，
斬翻到嚟嘅，不過咧就我冇輸 off smash， 不過夠我嚟啦。哇！佢又 regrab 多次，之後再打不過。唔知唔知后边下，咩人？好啊，到底佢可唔可以 grab 到一下，然之后 back four 咧？back four Q 啊，喺条边就 Q 啊。你要喺侧边咯，你要有 race 啊。嗱，而家嚟啊，而家嚟啊。你有 revenge 啊 ？OK， 佢。你记住我细，系虎妈喎，一个 grab。唔系，我意思系火猫 Q 啊。明啊？你明啊？你捞到要命！系啊，我都几期待，因为佢 full A 张头先，难得。咁贝蒙神攞到第，反正可以睇到第二场，跟住就喉咙颈分开咗。而家贝蒙神两场，咧第一场都系俾同佢，我觉得佢呢边同佢呢边同佢，都系咧同佢咯。今日嗰、那个，定系你先只角色？唔系，嗰个有啊，系冇 U 哥，但佢呢度即系正常咯。嗯，咩啊 ？Boss， 个 boss， 哦，我冇睇到。OK， 一下 bear， 系咯，大型啦。喂 ，OK， 佢太担心啦，头先个晒边，而且佢一惊嘅时候咧就乱咁咩多传。佢等啦，啱啱头先佢等得好好啊，如果佢摸翻转头咧，系啦。哎，佢。其实好大压力啊！哇，佢系咁上台喎，先好危险喎。佢已经 ready 咗喺个位喎，如果佢知嘅话，就一嘢 bear 就飞出去啦。冇下次啦。用咩人讲佢出嚟啫？系咧。我哦，好一个好黑嘅分，好黑嘅 read 啊！哇！哇佢。哦，佢用 dash 啦，冇 dash。其實可以用 bear 嚟嗰個單劍。哇，靚啊一下 ，bear。好難用。都死啦，冇嘢。哇一下。又係 landing。有冇3% ？OK， 有3%。係。梗係難打啦。佢失敗一下。佢唔應一定唔係佢一冇得搏嘅呢個一定要點一定要捉嘅冇得搏啊都話係咯咪搏佢冇咯點會搏佢冇咯好啦而家套嘢43佢一跳就即刻一嘢掉呢個四粒嘅冇問題哇精彩頭先都見到 up smash 呢個加埋呢個。其實他可以按兩次單標，但他第二次不敢按下去了。不過他依下真的不善居了。因為 up smash 完之後 DI 的應該可以避到一下好了搞了好了飛人咁然之後佢捉唔捉到咧？捉唔到。有。但頭先佢係微妙啲。係啊係啊，佢係喺捉上邊。125 OK。好啦，未知嘅呢個 moment 係真係。大家都 Q 100%係咪啊？都係。之後睇點樣咧？幾辛苦咧？做翻先。哦，佢啊，佢 bank kick 咗啊！吓，系 bank kick 咗啊！系啊，佢头先捉到嘅，好常见，应该只都会。依下唔好啦，惨啊！又系搏佢梦啊，谂住。冇搏佢梦啊，依个我唔知佢点解要咁样做。搏梦啊，咪冇啊！你想点解释啫？搏佢梦咯，差嘅选择。Bamboozler 成功攞到3场已经。